你一定听说过道教符咒法术的厉害之处，但你知道在道教史上又有哪些流传千百年的道派吗？本期探长就带你盘点道教史上十大著名的教派。第一个，正一道，正以治邪，以一统万。东汉末年，张道陵得太上老君钦授，被命为三千法师正一真人。他作道书24篇，建立了正一蒙威道，后世也称为天师道。张道陵在《道德经》中领悟大道真意，还写下了早期的《老子遐迩注》，因此正一派以老子为道祖，奉《道德经》为经典，以张道陵作为始祖，江西龙虎山作为祖庭。相传张道陵在云锦山炼丹修道，丹成而龙虎现，云锦山因此改名为龙虎山。而张道陵飞升之后，第四代天师张胜弃官还居龙虎山，自此开始了张天师家族的千年传道之旅。第二个，上清派，东晋道士杨希声称得到紫虚元君魏华存降授，写下上清经，因此创立了道教上清派。又因第九代宗师陶弘锦久居茅山，发扬上清经法，使其不断壮大，后世也称之为茅山派。上清派以上清大洞真经和黄庭经作为主要经典，以南岳夫人魏华存为第一代太师，重视人体本身的精气神修习，并认为可以通过存思服食天地灵气修炼成仙。第三个，灵宝派，它是由东晋末年葛朝甫所创建，以太极左仙公葛玄为祖师。相传葛玄在天台山修行学道，通感太上老君，派了三位真人传其灵宝经。因为灵宝派本山位于葛灶山，因此也称为葛灶宗。灵宝派重视度人劝善，认为修道者不能只追求个人成仙，还应该普度众生，得道行善。因此灵宝派与上清派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，但比起更重视个人修炼的上清派，灵宝派在民间拥有更多的信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朝著名的道士鲁修静与天师上清灵宝三派兼有因缘，自称三洞弟子，他修撰了灵宝经，立成遗规，因此才有灵宝之教大行于世的盛况。一直到了唐宋时期，葛灶山灵宝宗与龙虎山正一宗以及茅山上清宗并称为福禄三宗，形成了著名的三山福禄。排在第四个的是楼观派，楼观派尊阴喜为祖师，结草为楼，观心旺气，因而得名。道教历来有夜观天象的说法，楼观道作为早期道教派别之一，形成于北魏时期，鼎盛于隋唐间，在魏、周、隋唐时期对皇室信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是唐代皇家理事的宗观，以道法自然、清净无为为根基，保持发扬道教的传统特色，属于保守派，但备受统治者的支持。第五个，全真道，道教自南北时期改革整顿，又经历了隋唐五代的漫长岁月，主流道派与支流相争，到了北宋末年已经接近颓势。金代的王重阳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创立了全真教，他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，将老子、庄子的清净无为思想贯彻到全真的教义之中，奉道德经和清净经为经典。全真道主张性命双修，化炼内丹，自创立到现在和正一道并立为全国两大教派，其弟子又创立了诸多支派，也就是全真七派。第六个，真大道，也称大道教，是金代道士刘德仁所创，以老子少思寡欲、清净无为、此简不争的思想为教义，教授门徒忠君重孝、立根而食，以昭和鬼神之术为百姓看病，但不擅长炼丹飞升之事。第七个，太一道，他的教名取自元气混沌、太极剖判、治理纯一，是由魏州人萧抱真所创立，主张以老子之学修身养性，并以巫祝之术遇事，重视符咒秘录，为人驱恶求福。太一道、真大道以及全真道是今初北方兴起的三大教派，其中太一道和真大道后来都并入了全真道。这第八个是神霄派，由福禄三宗演示的支派之一，是北宋道士王文清所创，天有九重，神霄最高，相传王文清得神明点化，习得风雷之术，因此神霄派以传习五雷之法为主，天人感应，内外相合，内丹修行深厚者可以行使雷法驱役鬼神，亦可治雷雨，免除灾害。第九个，龙门派，龙门派作为全真道的主流支派，开祖派师是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，丘处机拜王重阳为师，在祖师仙去后又为其守墓三年，后在龙门修道七年，龙门派之名由此而来。他在全真派性命双修的基础上，主张以内丹修炼为主，兼修外丹符箓，其教义中出世思想极为浓厚，要求弟子必须出家住在道观里，认为只有去除情欲才能明心见道。第十个，武当派，他兴起于明代，供奉真武大帝为主神，为内家之宗，由张三丰在湖北浚县武当山所创立。武当山在明朝之前就是道教的活动圣地，相传明成祖朱棣曾问张三丰，武欲学道谁最乐者，张三丰回答说，十美事一通利，极乐事。后来他又为其治病，深得朱棣的宠幸。
张三丰因此名声大振，武当一派也由此开始走向兴盛。他主张修习张三丰内家拳技，重视内丹丹法，主张性命双修。那除此之外，道教还有许多门派，比如崂山派、华山派、北地派等等，他们的传承也都有其独特的教义和方法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关注探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